Hello，大家好啊，Sa 姐啊，啱啱见完工翻嚟就好攰，咁大家见到我呢一身碌呢，就系件工装吧，咁可以俾大家睇睇嘅，就系咁样样啦，即系咁样样啦吓，咁样样啦，咁呢个就系见工嘅装扮啦，咁我当然只脚系会着高踭鞋啦，咁啊唔系好高嘅平底鞋嚟嘅啫，咁就见咗先啦，趁。仲有啲空檔時間，見咗先啦，得唔得係另外一件事啦，咁樣樣。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呢，就係一個琴晚不停咁樣樣喺我 Facebook 啊，我又有傳出去，人哋有傳過嚟嗰啲，咁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嘅，就係、是、關於西貢嗰個狗咬狗嘅。咁我睇晒成條片嘅，我自己睇晒成條片啦，即係。我好难想象系咁恐怖咯，呢个事实。我都中意啲狗嘅，狗狗嘅，但系我觉得呢个问题就系话，其实嗰两只狗或者其他狗都系好无辜，其实嗰个狗主系应该负最大嘅责任。结果嗰两只狗啦，即系其他狗啊，俾嗰只贵妇咬伤咗啦。咁其他主人嘅狗啊，俾嗰只鬼咬伤咗啦。咁嗰个妇人啦，即系我哋叫妇人啦，即系香港另一报道就系妇人啦。咁佢嗰只狗呢，嗰只松鼠，佢其中一只松鼠咧就俾只贵妇咬到啦。咁嗰只松鼠就去咗宠物医院，就已经 at 咗。其实睇条片都知道，嗰个松鼠系死咗噶啦，即系已经系死。佢仲喺度慢慢，即系作为个主人。見到松鼠咁樣樣，仲喺度顧住影人，都唔理兩隻狗喺度打交又好，即係有得只貴婦咬住松鼠都唔理，仲係吊住佢咧，即係企到分開。你唔係放低手機分開佢哋兩個，係吊起佢企到咁樣分開喎。咁後尾只貴婦就因為佢咬咗其他狗啦，咁亦都咬死咗佢自己嘅同伴啦，咁就係人道毀滅啦。咁你睇到成個過程，你係覺得，哇！呢啲咩主人嚟噶？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啦，點解個貴婦會咬其他狗，或者係咬自己嘅同伴呢？其實問題一定係出喺主人度噶，一定係出喺主人度，因為啲狗呢，其實係有啲人咪有靈性啦，佢其實狗係個智商係大概等於一個小朋友啦，幾歲嘅小朋友嘅智商嚟嘅。咁貴婦都係比較聰明少少嗰只嚟嘅，就唔係蠢蠢地嗰只，就唔係嗰只。咁其實係一直以嚟個自主啦，即係嗰個主人呢，係冇去俾到一個叫安全嘅環境佢啦，或者俾到一啲好清晰嘅指示佢啦，冇即係佢唔係話直頭係冇訓練佢啊，佢係連一個安全嘅環境都俾唔到佢，所以啲狗先至會唔穩定嘅情緒。咁有啲人就話：，有關嘅，有啲就係話個血統溝得雜咧，係會冇咁穩定嘅，即係會有少少精神性機質嘅。但係呢個我覺得只係佔少數嘅原因咯。咁主要原因就係話嗰個主人係從來都冇俾到佢一個好歸一啊，或者係一啲好安全嘅環境佢咯。亦都睇得出嗰只貴婦咧，即係雖然我唔係啲咩寵物專家，咁但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小動物嘅，咁亦都睇得出咧嗰只狗其實係唔識同其他狗去 social 嘅，即係話其實佢主人應該係冇乜點帶過去出一啲叫大場面，可能平時帶佢出去 walk 都可能係屋企樓下，或者甚至唔帶佢出去 walk 嘅。咁所以變咗佢唔識得同其他狗隻嘅社交啦，亦都因為佢去咗一個突然間去咗一啲好陌生嘅環境啦，唔係慣出門嘅環境咧，佢就變咗會好神經質。咁可能有陣時啲狗聞下佢，即係社交係啲狗會聞人哋 pat pat 噶嘛，佢可能唔知，咁就一嘢咬落去，以為佢想攻擊佢。咁跟住你見到嘅。佢個主人由始至終都係冇理會佢兩隻狗嘅，顧住拍片。嗰只狗追住自己只松鼠咬嘅時候，佢係冇理會，都顧住拍片嘅。即係從佢睇到咧，其實僱主嗰個唔係嗰個自主對於佢啲狗嚟講，
其實佢真係諗住自己主人，即係點講咧？係咪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的意思？佢只係中意嗰個控制欲同權力欲啊！因為咧，有啲人就話養貓嘅人咧就會係比較和善啲啊，照顧貓嘅男人係比較好啲。咁其實並不是嘅，咁但係只係因為養狗嘅人嘅質素，唔係話質素，係養狗嘅人咧有兩隻唔同嘅好大爭議嘅參差。咁有啲人養狗咧，佢就真係當佢本身係個人係和善啊，或者係成世養個狗係即係有同伴心態嘅，咁嗰啲人相處嘅冇問題啦。但有些人養狗咧，係因為佢係中意個權力欲同埋控制欲，因為狗係會聽佢話嘅，佢係中意嗰種權力欲嘅，係中意控制嘅。咁好明顯，我覺得啦，嗰、那個咁嘅女人咧，就係呢只。例如我係你主人，你要聽我話，點點點點點。所以佢對佢啲狗咧，基本上係放任嘅，佢係唔會教佢。總之可能我中意嘅就攬嚟。不喜歡的你過來撩我我都劈你，即從他這個就是所謂的人的心由內去到外，從他這個短短的兩分多鐘的片，其實你看到他基本上那個女人最終都是喜歡自己，他其實那狗對他來說是不是東西的，他你見他這樣好像人家吊臘鴨般吊起兩隻狗，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很愛那隻狗。咁可能當然啦，即係松鼠已經喺奄奄一息嗰陣時，為咗避免啲人嘈喧巴閉，咁佢又叫抱住佢走啦。但係都唔係嗱嗱聲抱，又唔係嗱嗱聲揾醫生，又冇喊又冇剩，仲係叫啲人話你唔好行過嚟，你唔好行過嚟，唔好行過嚟。其實由始至終佢都係顧佢自己。其實呢種人係並不適宜養任何嘅寵物，人都唔可以養呢啲人係。不要說寵物，連人都不可以養的，這些人是絕對只是適合一些自己孤獨終老的。傻姐都是孤獨終老，但我不是她那隻人咯。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大家看人的時候，從她的行為，從她的表現，即這個純粹我經驗分享，就是從她的行為表現你可以看到她的人是什麼。而相對在社會上做這些做事的時候，你必須要看清楚別人的行為代表他心裡面想什麼，那你就會可以避開所謂吹吉避凶，就是避開這些這樣的人。即如果幸好傻姐不認識他，真的，如果傻姐認識他，我街頭見他我街尾走，因為這些人是很恐怖的。 他是當你，甚至是可能會當你作為朋友，他都是當你是隻狗那麼小的。那當然啦，如果你的職級高過他，或者是地位高他很多，是高他一段的，他當然要他會反過來是狗那樣對你啦。但是如果你跟他平級啊，或者是低過他，你是會很折墮的跟他做朋友，或者你比較臨一點，你是會被他踩到整戰地底泥的。那我覺得啦，如果大家即是我不敢，即我會有一條片是那個香港01那條新聞片，我就放在那裡，它裡面有埋好像有埋那個片的。那大家看完之後呢，如果見到這個女人的打電話報警，不要說人肉搜查起她底，又不需要，即是見到的大家封存開她，總之見到她的報警，因為她根本就是弱畜。從她從他任由得他的狗去咬其他狗的時候，還有而縱容他的狗咬自己的狗的時候，他就是弱畜。他為什麼不好好管教他的狗呢？他現在就好像擺到明，那隻狗都人道毀滅了，你想怎樣？ 我覺得我們不是要他的狗人道毀滅，是你有問題，是你怎樣教你的狗，你怎樣縱容他，你令到你另外一隻狗死了，他根本就是弱畜。還有他吊起另外一隻狗，兩隻狗的時候，其實都是弱畜的。那我覺得是應該要告他的。他跟著我自己覺得啦，其實如果香港的司法系統是做得好的話，其實可能每個人拿著身份證
如果我哋要养宠物嘅话，我哋系必须去，可即系我自己心谂啫，去警署攞张好似人哋移民嘅良民证咁样样，就攞一张证书，你先至可以去领养宠物或者去买宠物。冇嗰张证咧，你系唔可以买宠物嘅，即系证明可能嗰张证书就证明你一直都冇有虐待宠物嘅 case 咩喺身嘅，或者从来都冇虐待过宠物嘅，证明你系清清白白，即系等于翻大陆结婚，你需要做一张单身证明咁样样。咁如果而家买宠物嘅或者系领养宠物嘅，咁当然系领养系最好啦。咁你都系需要去警察局领养，领咗张证明你清白嘅，你系冇虐待过宠物嘅，咁你先至可以去领养或者系可以去养宠物咯。我觉得呢个咁嘅女人系应该 blacklist 咗佢，以后都唔俾佢养任何嘢咯。咁呢个系我自己嘅提议啦，咁样希望我哋社会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。咁今次就讲到呢度啦，咁大家就尽量将嗰条片分享出去。OK，好啦，拜拜。